现在几点钟了？有谁可以告诉我几点钟了？21:23。好，在北京时间的11:23的时候呢，那依然就是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废话，先 say sorry。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因为我刚才有跟就是听了那么多歌之后，还有跟小青聊，因为其实他非常感谢，就是说大家能够大老远的来支持他，然后也非常感谢，就是比赛以来大家就是一直一如既往的，不管他到哪里去演出都有去支持。那所以呢，他刚偷偷的告诉我，其实他有准备了，一些话想要亲自对你们说。那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收到啊？然后我会请出小新来亲自将这些话送给你们，可以给他一点掌声吗？谢谢大家，你们来好久了。举起来。好。举起来，举起来。好，有请小新。就是有sorry， 我有点词穷。
真的我不骗你，那个感觉，其实有些时候一个人，就是很多时候嘛，反正看见这些东西，心里面也特有感触。然后另外呢，想说的就是，还就是有些，粉丝，然后不用粉丝，太贱了，就朋友，就是之前，为了。自己一个人在外面，然后好像最后只用了2块钱的时候，啊，就打了一通电话给大哥，哎呦，我谢谢大家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从那个参加完了以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有这么。一批真的好的朋友，可以无论在哪都可以跟着我，所以还真的很感动。昨天因为才参加完就是一个许愿的活动，然后我大姐姐，然后一晚上没睡，我就在想，因为这个《Falling》这首歌曲，我一般情况我是绝对不会唱。因为这首歌曲太高了，因为我当下说实话，我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走那一段路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怕，我骗你，因为这首歌曲太高了，我骗你。然后完了以后下来，每一次当然还好，每一次啊公司给我安排，就是我出去唱的时候还好，比较少这首歌曲，所以我就跟安琪说，我说希望那个今天。我能够把那个《Falling》的完整版就唱给大家，因为他就在说，他说，你可以吗？不是这首歌曲就一般不碰的，就是音很高，真的很高，所以我就说，我其实先，就因为你们每一点每一滴就好像就我积累多了以后，就觉得好像应该是时候。回馈给粉丝的时候，因为我也没有多的东西去拿。哦，我忘了说，这个粉丝就是那个谁，那个